来来来，我用过很多笔记本支架，这样的角度可调但高度有限，还有这样的高度够了但角度太固定，有没有一款高度可调角度也可调，价格最好别超过200？来看看这款笔记本支架，无极高度调节，稳固不打晃，左右双支架设计，放手机放平板，还预留了充电接口，外带三个 USB 拓展坞，铝合金镂空散热也很不错，这样一个笔记本支架满足你所有的需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买支架送笔记本吗？